你怀疑我出卖你，有些所用之物，我你破龙银相通，允许出走一人之久。哈哈哈哈哈！公伯罗，你是不甘见龙被破，不甘怕输六秀，所以准备替我出开龙。我滴滴滴，公所专帮北极消息，接受新出短分社。那是因为我要在北极小心一国各行，我明白北极小心被封印之后，你失去人生目标。你以你风采一水，我的尽量用以北极小心稳定控制。你讲的拢对，但我就要挑战我的尽量，要该等你出击救粮。让我经历挫败，搞出我损毁救粮之动作，之后再彻底毁害我的阵容，不正符合你之作风？呵呵呵，我含慢讲话，比不上你两脑靠入天河，指鹿为马。你想怎样情况来吧？这句话就只一招，你自己选择。一句话一招，形容者看来你早有定见，又何必试探我？那我问你，有些红魔可有来摧毁你？有，你为他当作兵器吗？兄弟，任何意思，你有可能应他所求，为他当作兵器。杜叔的天职便是杜作兵器，这有何不妥？就算出不，总有危害天下重生。我连断魂蛇龙打走了，你认为呢？形容者，兵器之用是有些害，是在人不在气。使用这行为会是杜泽家所令控制，此言里面下策。哈，有金要护策，我替你的形容者。之后，秦琼墓的阵容容易争夺。说起来，我抢手留下克制墓的阵容之物，也是对武林有利。你道理不得，形容者，你。